真感谢主，今仔日我这个机会代表台湾教会广播乡来跟咱永福教会、跟咱社会来敬拜咱上帝。啊，每一遍我若转来到彰化时阵，心情就真欢喜，啊，总是嘛真紧张。啊，紧张是因为那边作祟吼，看我大汉的人，啊，我阿哥嘛伫这个教会咧礼拜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拢爱食迄个郑医师的药啊。啊，总是真欢喜，是因为特别若转来彰化地区的时阵。来开车吼，拢唔免用这个卫星导航，啊，真顺利的，但唔好咧，去到什么所在真熟悉。来，记得讲，我的爸爸，他伫这世间上常常甲我讲，讲哦，你看你林飞是啊，头壳遐尼好，拢无老人痴呆，伊就爱食这台条花生，食啥物啊？我唔知啊。啊，讲利用这个卫星导航，啊，等下到彰化，我拢唔免用这个卫星导航，啊，是利用这个卫星导航其实。我有一个真深一个信用一个体会，什么款的是信用体会呢？因为每一遍到一个真前面的所在，啊，咱靠着一个车顶，一个现代科技在甲咱带路，啊，总是人吼真奇怪，明明有迄款神在甲你讲，你什么所在来管？或者是有当时咱反应较慢，未赴我的时阵，这卫星导航会甲你讲一遍，讲吼路径重新计算中。啊，当时吼一遍搁一遍，伊来讲路径重新计算中，路径重新计算中。总是我感觉这个卫星导航，伊从来唔捌甲我讲一句话，唔捌甲我讲啥，唔捌甲我讲吼，笨蛋，快下车。啊，咱想看卖，其实咱也是有一个信仰，咱的心灵有一个故乡，有一个声音。咱若愿意吼，这个信仰甲咱带路的时阵，检测伫咱人生道路，你有可能唔着一百遍，唔着一千遍。总是上帝的话，伫遐咧甲咱做咱真好一个引带带领的时阵，上帝袂甲咱讲，讲你这愚妄的人，你甲我落车。总是会一遍搁一遍伫遐对咱真好反来甲咱讲，讲路径重新计算中。圣经的话就是安尼，圣经的话以圣经的道理来帮助咱认捌上帝真理。虽然咱有可能一遍、两遍、十遍、一百遍拢唔对，总是你若愿意予上帝带路时阵。伊会一遍搁再一遍对咱真好一个款待，啊！咱大声做来祈祷。想咧主啊，阮的上帝，献上我的感谢。主啊，今仔日阮家好大来到你面头前来恭敬、来敬拜你，因为阮知阮有一款的一个身份，就是你所宝贝囝儿、查某囝的身份。主啊，这个时阵也予阮透过着圣经顶面的道理。在信用前辈应用伊的肝，应用伊的血，加做目汁所写来的技术，要来帮助阮行伫人生啊正直永远活的道路顶面，阮恭敬，搁一遍恳求圣神引导带领，来感动阮的人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啊，今仔日我用这段圣经长来分析，啊，总是有几个时间，咱需要搁一遍啊较精确来解了解。咱今日所看啊，这段圣经则是耶稣基督伫一个登山宝训了时阵来讲起着，讲恁是啥物款的身份？讲恁就是啊，恁就是盐，恁就是光。然后姊妹，这个耶稣基督直接讲讲恁就是这个盐，因为讲恁就爱做，表示啥呢？表示讲恁就有这个身份啊。总是有当时咱讲将家己的身份去甲别去接，恁就是啊。如果恁就是这个盐，有这个盐的身份，这是真宝贵。咱若想起个讲，到底盐有偌宝贵？我记得我从国小一年个时阵，啊，到这个民生国小吼，啊，再来到过年过节，当时我的妈妈吼，来去干妈店，讲吼，啊，无送老师去送啥？伫迄款吼民生物资真欠贵个时阵，啊，送盐啊，佮真正是真普遍个。然后啊，这盐吼一包啊，比数两包嘞，哎，奇怪，送盐。总之，咱即摆吼，若讲做家长。啊！你是讲要叫咱的囡仔吼，明天吼、哦、你带这个盐吼、哦、去给老师，迄囡仔拢甲你表白，我老人即摆咧送盐给老师的啦。啊，总是伫迄个时阵，盐啊足宝贵。但是咱来看，有一个这个盐到底是啥物？这个盐呢？啊，如果咱啊每一个月有一日，可能大家同款拢真欢喜一日，啊，做头家的可能伊讲就较头疼，然后发薪水一工吼，大家拢真介意。这薪水的英语字叫 salary， 这 salary 原来的业绩真的是对这个 salt， 对这个盐所发展出来。所以咱其实咱每一个月咱领到这个薪水的时阵，对咱来讲，就讲这是
严肃发展出来。咱若看起讲着古早啊，罗马兵顶面伫遐各所在咧，俾人烧台时阵，因法度战法真重，即个经验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个代金，实物代金吼，就用啥？就是要用盐，做这个 salt 发展出一个 celery 出来。那是安尼，咱若知讲，哦，原来盐就是遐尼宝贝呢。我盐是阮宝贝一个身份，所以主耶稣基督咧讲，你偌宝贝，你若亲像迄个盐遐尼宝贝啊。啊，这个盐既然咱遮尼宝贝，是咱就来看，讲哪里吼，中东地区迄个盐有啥物，甲咱台湾吼，所以看无同款。啊，如果咱若去游览到一个海边啊，哇，原来海边吼拢在晒盐。啊，咱若看见着一支这个啊，即季先咱讲晒盐手侪个方面吼，我也是伫海边啊吼，即个啊台南地区个海边啊，伫遐咧晒盐。啊，一堆一堆那山咧，或是盐，啊盐是吼盐田盐产，啊总是这盐是吼晒出来。但是咧，伫即个中东地区，伊个盐是啥？伊个是盐亲像咱石头。在这个石头顶面来看，啊，这个吼、哦、石头顶面有一个盐分，所以呢，这个以色列人伊咧食物件时阵，几种一个方式，一种呢，往啊个性啊，他咧吼出卖，他豪迈粗犷时阵啊，伊往可能一手吼剁手就歹手嘛吼，剁手就提盐，啊，正手提菜，哦啊，一手咧食菜时阵，一手咧用这个嘴子吼，伊安尼整迄个盐，迄个咸分。啊，第二种方式是啥？第二种较斯文淡薄啊，我将这个盐、这个石头吼，甲放咧鼎嘛，卤的，啊菜放入鼎里面吼，甲炒当迄个盐的一个皮。啊，佫一种呢，是要啉汤吼，倒几粒石头啊，淡落去一个鼎里面，甲水做伙一下滚，啊，然后盐就变咸的皮。啊，食做一个哇，因食物件一个方式。盐这款的宝贝，所以咱来看马太福音书的作者，伊安那安排一段圣经章。伊是安排伫主耶稣基督甲遐学生伫即个金山保问了的时阵来甲伊讲，那安尼吼，恁就是啊，啊，即恁就是表示啥？表示讲，咱若是一款心内爽向的人，咱若是照着讲要温柔、要谦卑、要怜悯人的时阵，恁就是有这款的一个身份，唔当互这款的身份来甲伊失去。啊，伫真古老传统中间，如果犹太人伊若背叛了伊的一个信仰，啊，是要过一遍。等伊到伊啊会堂内面受到接纳的时阵，伊就毋忘讲吼，或者会堂的遐弟兄们，伊爱用脚来甲伊打，爱用倒伫个门下口，表示啥？表示讲吼，我好亲像是迄个无盐，已经失去了味的即款盐感款，所以伫遐啊，亲像每一个人当下对我来吞啖，啊，上帝讲失去了一个身份，这表示啥？恁就是讲，咱一开始有这款的一个身份，一开始有这个身份，总是咱有当时失去着自我一个认同，啊，变作从世间一模一样的时阵，咱无分别，啊，搁一边来唤起着讲，咱找出着咱这款的一个身份。所以，咱嘛看见着讲，主要所提到一些讲，恁就是啥？恁就是世间的一个光，行走伫山顶是无当稳重的。这个城市里向山顶无当温存，就讲无应该温存，未使，哦，无应该安尼做。伊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伊遐讲起用上帝讲点光，啊，然后有光。啊，这个光呢，就表示讲咱的心灵讲，哎，要透过你，互人去了解着，会通认捌着这款的一个信仰。啊，表示讲咱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大见证，互人看见着讲，哇，原来这个就是。耶稣基督一个样式，所以这句话咱也当用一个来比喻，讲当伫暗时啊时阵，咱来看到一支招牌伫遐，啊，看到讲这个看板面顶写啥，表示讲哦，伫遐黑暗中人互看见。啊，我想起讲伫咱中部地区有一个咧做牧场咧饲牛吼，啊，当有牛羊的这个牛羊，伊叫做朱文牧场。啊，伫咱中山国小对面吼，咧卖滴咧冰店，伊拢会标榜讲吼。我这个边店吼，内底用牛烟是用主恩牧场的。这个主恩牧场呢，伊是秀水教会一个姓郭的一个兄弟，伊在创设的。啊，我有一摆去找伊的时阵吼，啊，伊咧甲我讲，讲方成，你敢知啊？是安怎我这个牧场要叫做主恩牧场？啊，我想讲，这足简单嘞啊！咱教会内面吼，这主恁两字跟菜市啊名吼，亲像甲耶稣同款吼，咱菜市足普遍的。啊！大家感受的讲吼，这主的一个稳定，对。我吼，当要将我这个牧场
甲好命，叫主恩的时阵，我甲我的囡仔救来。我来，我来讲，即马吼，我要做这个目标，叫做主恩两年吼。啊，你着想清楚，因为你将来遮个事业拢要交予你个，啊，你想清楚，你才来甲我讲。我好啊，好。啊，囡仔听咧，感觉真奇怪，讲阿爸，啊，这个你决定就好啊，无你想清楚。啊，过了无偌久，伊搁一遍去甲伊个囡仔讲，讲我你想清楚无？这个命吼，要叫做主恩两年，安尼好无？爸，这个你决定就好啊。用来我决定，表示你同意哦，表示你同意啥？同意讲这个主恩两字挂伫面顶哦。这个、主恩啊，一来，这是我的爸爸啊，你的阿公的名，你袂使让这个主恩两字这个看板哦，受到真好一个侮辱。第二呢，这个、主恩一挂去，人就知影讲这个是基督徒的身份啊，代表啥？因为这个歌神是要讲，用讲神你敢知影？咱台湾吼，特别到热天的时阵，咱老汉尔侪鲜奶茶啉啦。你喺市面上看，啥物叉叉泉、叉叉水，迄吼大部分足侪拢嘛是透牛奶粉的哦。哇，真正是安尼哦。对啊，我家己咧做牛、饲牛、做牛奶，我来唔知影。所以我甲我囡仔交代，讲吼，连科你会当互你人加等一工、两工、三工无牛奶，总是你袂使任何一遍，你家用牛奶粉来透。你倘愿意接受这个时阵，你才通好大方要挂主恩两字。啊，当时啊，就是这款一个意思。讲当这个招牌挂伫遐的时阵，是要让人看见，哇，迄、那个光伫遐，人就来就近啊，主耶稣基督。啊，最近因为天气咧变哦，蚊仔较侪。啊，我牧师娘嘛去买两支个捕蚊灯。啊，去买捕蚊灯的时阵，头家就伊就问头家，讲啊，头家啊，这捕蚊灯哦，是咧客伫什么所在吼？靠路用。啊，头家想想讲，啊，这当然你都要甲起哦，关关吼，放咧差百八公分的所在，这暗房啊吼，安尼才会感受到迄个光吼，安尼才会去掠着。啊，你若要将这个布纹灯甲藏咧头，藏咧这个桌下面吼，卖讲蚊仔找无，恁人吼，咱人家己嘛找无去啊。所以啥去这个山顶时阵会当吼看见，来表明咱来看见着一段圣经章，做一个小小一个结论，讲人唔捌上帝，无愿意。来承担就份主要所提到，其实当时啊，甲咱无从安尼个身份改表现出来。总是这身份要表现出来，毋是讲你来做真好。这个身份伫主要所提到，伫遐伊会讲啊真清楚。你照这个登山部分，咱有这个八福的这个身份的时阵，咱就通好当来讲讲，对，我就是迄款一个身份。那今仔日这段圣经章啊，我特别要用来讲到这个文字属灵。什么款的关联性，什么款的重要性？讲主要所提到讲，咱就是阳，咱就是光。这本质属光，嘛要帮助咱，予咱亲像这个阳，了解着啊，借着这个本质帮助人，知影讲啊，原来啊，咱会当用这个本质来看见着上帝。第一部分阳呢，有什么款的功用？因为阳会当帮助咱做一个消毒杀菌。啊，咱知影讲嘛。伫古早时代无这个消毒盐水，所以古早人伊拢用盐水来消毒杀菌。伫《以色列书》第十六章第四节，伊嘛记载讲，这个打出血十人个啊，你得爱用这个盐水吼，甲伊洗洗，甲伊洗好清气。啊，咱嘛知讲现代人啊，如果啦脑后啦吼，消化无爽快，叫些细菌感染的时阵会发炎。啊，你若无去看医生，进前有一个真简单嘛，真有效个一个。方式就是咱当用这个盐水盐落嘴，达到这个消毒杀菌的这个功用。圣经顶面的话，就要帮助咱，伫这个每一个世代做一个消毒杀菌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呢，伫1996年的时阵，我开始来用这个电子邮件哦 ，email 哦，我呢，但反正无这手机啦吼，电脑啊，那块。1996年开始用的时阵，如果有一天收到一张批的时阵，哦。有这个吼，朋友寄 email 来收到一张，哦，欢喜甲世界报扬。哦，我今仔收到一张 email， 啊，今仔下载2014年下载，我手机啊个拍卖时阵吼，面顶甲显示一下，讲吼你有超过999封贵族信件，啊，表示啥物呢？现代人唔惊无自信，总是咱逐工呢有足侪无同款的自信伫咱的生活中。一直咧甲咱安尼挤啊挤啊，恁恁互你礼拜。若是安尼，咱要靠啥物来分辨？讲到底啥物是一个健康，一个资讯？即个就是讲圣经的话一个重要性。
圣经的话，这个文字的功用，就是帮助咱来做消毒杀菌，将这真侪无必要一个资讯给删除掉。在咱圣经顶面有看见到，吼，新约内面保罗先生伊写真侪批信，是安怎要写这么侪批信呢？咱会当去看到，伊就是预防这项代志，叫做避免异端。当保罗先生到所在去的时阵，啊，去到无同款所在，伫遐咧开拓教会，啊，总是咧就发现讲，哇，哪害啊！一个我离开了吼，啊，这间教会毋是开始伫遐了乱，啊，就开始伫遐吼有异端的一个产生，啊，是安怎名啦？写批信，搁一遍透过着这个文字来坚固因一个信仰，才讲我甲恁讲，什么是健康的一个代志。那伫咱啊台湾。这个信仰，咱宣告的书中间，嘛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就讲当1885年，啊，巴克利牧师伊来开始发行这个，咱今仔日啊，我信中所提这个台湾教会公布，迄阵是叫做台湾府城教会部。伫这1885年的进前几年，巴克利牧师伊到伫东部咧宣告时阵有这样的代志，就讲伫到伫这个仙宫吼，顺宫而已的所在。有一个人叫做元春啊，吼，啊，姓啥吼？这爱叫做科查一个。这个元春呢，伊是阿里甲的人，啊，伊到伫顺光迄个所在呢，伊帮咱迄个所在的真侪村民，特别是村长吼，将伊身躯病痛治疗好，因为迄个村长吼有黑牛，哦，啊，黑牛咱知讲伫早前吼，台湾人拢爱食鸦片嘛吼，这鸦片害死真侪人，对。有一句话咧，上古咧讲，讲说阿片阿片吼，白餐白醋，总苦总苦，阿片阿片吼，查某囝身有总苦总苦，讲你若食阿片吼，啊你咧白餐白醋，啊你食阿片吼，连查某囝身有吼，啊种种袂好人，啊真害。啊总是这个元春吼，伊到伫顺光的迄个所在，靠着一杯清水，然后替人祈祷，哇，足侪人得着好。但是咱知讲，咱的信仰袂使永远拢停留伫迄款的一个程度。到后来呢，因为元春家己对这个圣经的道理嘛无了解，所以家己嘛跋倒。啊，把迄个牧师到伊迄个东部时阵，看伊讲，哇，打咧真严重。讲当无传到这时阵，啊，要安怎坚固伊的信仰？就是来靠文字，做来加速。伊就是讲，来办报纸，来紧翻译圣经。哦，点菜无传到这时阵，恁嘛当透过着这个文字，家己来了解着圣册顶面的一个道理。那可以讲，这个。文字的功用，帮助咱做一款消毒杀菌一个功用。第二部分，咱嘛看见盐吼，嘛会当调味啦。盐真重要，总是盐嘛袂使吼，伤过头重咸，加伤重咸。啊，我老师娘当阿伯去阮进前伫台东的马街边吼，伫遐咧工作，还是护理人员出身。哎，老公真笑话，讲吼，即马来到暗时的时候。啊，救护车咧，医院哦，医院送入来吼。啊，医生哦，先问，拢毋是讲啊，迄是啥物代志？伊拢先问讲哦，啊，哪一组的？讲吼，是倒一组呢？即个台江遐足侪人注意讲，啊，倒一组，哪一组的？即来讲，啊，这个吼是布隆组的。伊讲啊，不用看，可能吼肝硬化，就伤心罪。啊，即来个医院哦，医院个来的时阵讲吼，啊，哪一组的？这个台湾组的啊，不用看，这可能吼痛风，这样。山巴吃伤多，啊！再来个五号、一号礼拜时阵吼，啊，哪一组的拢说啊没组的，哇！不用看这个人吼，中风先转，再咸吼，心咸吼，这个小因为一波一心一心啊，心真咸，哇！所以这可能这个原因。啊，咱以前咪在笑这番主，哦，啊，起码去我上个礼拜时阵，啊，如果是平地人哦，平地人更不用看，没心也没肝。盐会当帮助咱做一个调和这个功用。啊、我来讲一个故事。我伫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导演，啊，甚至即摆嘛拢咧做拍广告吼，伫电视面顶吼咧卖东卖西，叫做吴念真吼。啊，吴念真伊细汉的时阵吼，伊讲伊住伫什么所在？伊住伫即个吼高雄啊金龟洲。住伫即个高雄啊金龟洲，大部分人拢是做矿工，所以即个当即个做矿工的人吼，拢无读册。啊，无读册咩啦？无教材。伊讲吼，因真来。有一个叫做师傅的，师傅感觉是咧乌孔的，哦，嘛是爱安尼吼，啊，规身骨安尼乌面嘛是乌孔，总是咧伊有读册，所以这个师傅会当帮咱这砖头内面的人，帮咱伊写批，帮咱伊读批，哦吼，安尼足悬一个地位。啊，这个师傅呢，伊也足出名，
啊，咱主持人有一遍讲吼，庄仔内有一个吼，即个官商大店，拢安尼企业也足歹。即吼，走来即师傅讲，伊来讲吼，师傅，我甲你讲，你帮我吼写一份配合文件，你甲写写讲吼，你即个夭寿死囡仔，啊，出去工作遐尼久，一身钱拢唔寄转来，你若阁唔寄钱转来吼，你两个小弟无得读册吼，啊，你实在有够不好，是要学我甲气死是无？所以拜托你帮我写配吼，写文件。啊，即师傅听了讲，哦，安尼吼，来。爱练哪写，要哪练哦？即个人听讲，啊你我安尼写吼，你看对啊唔对？伊讲吼写讲，安尼吼，囝，外出工作辛苦啊，但是厝内面吼真爽用，你嘛真清楚。如果你若领薪水，唔通忘记哩，厝内面阁有两个小弟爱读册，寄淡薄仔钱转来。你离乡背井，爱请你多多照顾家己。老爸字安尼吼，啊是不是意思？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安尼雕塑师那边写，啊免写。啊，你雕刻，我意思到，文字有串的是功能，文字帮助人做一个雕刻的一个代志。哎，我一边，就这个师吼，把这砖头内面这个囡仔拢叫过来，啊叫他写作文。第二天的时阵，这个师傅叫这吴连珍吼，吴连珍家己来讲，我跟你讲。嘿，我感觉你文笔真好，安尼吼，你也知影，每一个人拢会老会死，有一天师吼，我那会死。啊，啥物人要继续帮助这砖头的人，继续来写批读批，我感觉你袂歹。啊，这吼，这代志要交予你。我这砖头的人知影时阵吼，大家也真欢喜安尼，五块三块来捡捡吼，去买一支钢笔来送给吴念真，代表讲吼，伊是一个吼，江湖执棒子的一个记号的地方吼。好，啊，即番代志就来啊！有一天呢，回到讲这个师去挖矿，吴念真因到隔壁一个挖上收了一张批，啊，谁来收了这张批呢？当时啊讲吼，伫迄个砖头大部分吼厝内面老查某囡仔吼，拢查国小毕业，都爱去外口工作，帮衬厝内面一个家庭一个经济。啊，这查某囡仔去到外面吼去工厂工作，当这钱赚了无够。所以呢，足侪拢到伫酒家去地点啊，继续上班。但是出自即款经济上的一个无奈。而且我上面查某囝嘛同款，总是即个我上面查某囝呢，有一天拢带着一个我足壮仔的查某囡仔转来，我妈，伊这个人吼无气煞，无气焰，讲我伫即个地点啊上班，啊是毋是会当让我参伊结婚？啊，咱若做爸母人听着讲，哦，一个人遐尼爱家己的查某囝，当然讲好啊。啊，总是的，一个欧巴桑安怎讲呢？伊讲吼，唔通啦，厝内面这个囡，咱人弟弟妹妹还需要读册，是不是你会当继续工作两年哦？你去工作两年，你若要结婚哦，啊，记在你去。啊，这个查某囝真友好，听到伊的妈妈咧甲伊讲时阵，安尼目屎干咧，转去到一个社区，参这个查甫囡仔来讲歹势，啊，咱无缘做一回。啊，总是两年过啊！这个满心期待，这个查某囡仔，搁一遍传到一个，哇，搁较斯文的查甫囡仔回来，搁一遍甲伊的妈妈讲：“妈妈，这个吼、哦，比以前迄个对我搁较疼惜，伊无气嫌讲我伫地点啊上班，是不是你会当和我参个来结婚？”伊的妈妈总是搁一遍讲同款的，讲唔通啊，厝内面足需要你这笔钱的，是不是你会当继续来工作？啊，搁一遍等伊要多钱的时阵，同款，甲伊讲吼，安尼真歹势，咱无多智慧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查甫囡仔写一张批来吼，这个我送。啊，无人真讲吼，伊读批读到啥物所在是已经袂记哩啊。总是伊读到有六字的时阵吼，叫做吼，好读也袂食惊。读到这六字的时阵，这个我送是去卡边自杀。啊，真侪人来求教，啊，唔当，你唔当来做。啊，总是我上伫遐真啼哭咧，讲我无钱都毋是我家己爱，啊，我嘛是真无奈，啊，充满着做一个苦衷。大家人来纠调咧，讲吼，囡仔念的无准算，咱来等西顿来念吼，安尼照准算啊。大家伫遐看哦，到伫下晡时阵，这西啊咧工作顿来时，今日西啊，你来帮我念看卖，讲这张批哦，到底是安尼写？啊，这个师就提批开始来看哦。啊，这批是安尼写，我念给你听啦。伊讲哦，我
真喜欢你的查某囝。虽然即摆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无法度做伙，实在真遗憾。使嘛毋是你愿意的，我嘛会当体谅你的处境。如果将来有缘分，希望我还是会当参你的查某囝做一伙。啊，念出来时阵，无人真正伫遐拢规人讲起，叫因老爸使讲尻川。罪名是啥？乱读批。反正讲伊真生气。明明我一字一字白纸写字，我就是安尼读。一段时间拢袂睬迄个师，有一天师来求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念的哦，完全健康，总是咱意思教就好啊。你安尼读的时阵，无当改变这个现实。咱意思教，咱头壳较圆满的，会当帮助人，让伊一个愿望。啊，有人真讲迄个时阵，伊听无啦，总是吼。嘛是爱见到讲好亲像这款道理。过了无外久，有一天，一个师傅去矿坑矿井伫遐挖矿的时阵，伊一日无再回来，是安怎？矿坑倒塌，啊，这师傅死伫内面。因为哭啊，足伤心，是安怎？伊第一遍感受着讲，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？一个知识分子，毋是用伊所认识的伫遐欺负别人。一个知识分子，是用伊所捌的伫遐帮助人，找着迄款一个光明。做到一个五万，文字就出款的功能。然后这今仔日啊，这份教育公布经过将近130年过的时间，啊，我嘛用这款的一个心情咧办报纸。虽然吼，逐礼拜二、十个拜三出报纸，拜四就伫遐开始吼，咧接电话接袂了，安那写着人意见。啊，总是咧，我用这款一个心情哦，五万咧，即当时啊用贴心讲心情话吼，我讲啊拄拄啊好就好啊。啊，阮伫遐吼，起起难边，起起边，年年难过，年年过，总是感谢主。啊，这个文字时间继续会当来持续来进行。文字的工作是要帮咱人来做一款的一个雕刻，互人看见到一个愿望，毋是讲你会晓真侪，你会晓，啊，伫遐要对人一个肯定。啊，这是文字的工作一个重要性。咱看圣经顶面，伊表达出来，嘛毋是要互咱遮做一个道理者。啊！即几天在讲讲道理经，道理经圣经排卡只听，我感觉好，我真高，不是。即个圣经道理都是每一个人一个见证，见证就讲上帝对咱的一个听，透过文字改写，是要帮助人，我找到迄款的一个方法。那今天就是讲圣经在，我嘛是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讲吼，即恁就是阳是光，是要借着文字来培养真侪一个好所行。有一遍，我广播社办一个写作名，啊，迄遍吼一开始送吼一个学员，送一支笔，总是去笔吼，大家伫遐画半波咯，画袂出来。我安尼广播社送这笔吼，写袂出来。啊，其实迄遍我是有用意的，啥物用意的？这笔内面吼墨汁吼白白，啊，但是还写袂出来，因为吼伤久无写。另外，即咱每一个人拢同款。你就是有这个身份的，这个笔钢管内面有墨汁，但是吼，伤久无写时阵，我写袂出来。啊，咱有这个身份，咱有当时家己袂记起啊，做互家己失去了味，嘛将这个根家己藏起来。今仔日文字嘛要搁一遍帮助咱，唤起着咱家己有这款的一个身份，也要透过这个文字来做真多保养好所行的一个所在。1200年前，中国唐朝一个诗人叫做吕商隐，伊有一首诗真出名，啊，中有一句话讲吼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讲这个牛啊吼，一直吐丝吐丝吐丝，来吐到死为止才袂吐丝。蜡条咧，伫遐咧烧，就好惨，就讲一个人一个目屎伫遐滴滴滴，迄个蜡油咧滴完，啊滴到啥物看见无？滴到讲吼已经无啊，才袂继续滴。这个原本呢，李商隐是用这首诗来描写的，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一个笑脸，哎吼，笑脸到讲等于死吼，才袂阁继续笑脸。啊，总是今仔日，咱将这首诗藏在所看这个圣经在内，做一个结合的时阵，要甲咱表明啥？咱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就常常的用着文字，用着圣经里面的道理，一遍又搁再一遍来唤起咱，讲咱唔通袂记住，咱来保养。即个好所行，人看见咱的一个好所行，伊就要来奉
伊个性命经由着耶稣基督。这个好所行，毋是咱一个担当。这个好所行，是讲咱若看见着，搁一遍来强调讲，这个马太福音书第五章一开始所写，讲迄个登山的部分，迄个足简单。我总是有当时咱做袂到，问唔对，总是一遍搁再一遍来看见着这个北方的时阵，啊，咱要来看见着，我来哇，咱有即款的一个身份，要因为着主的一个恩膏。咱内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发出一个光，人看见着这个，咱咧做一个百姓，咱咧好所行时阵，啊，要将荣耀归于咱的上帝，咱就一个麻烦来祈祷。主献上我的感谢，主感谢你，我伫路的尾张，即中山路远的所在，就看见有一间教会，伊安尼发光。这间教会的名是奉你所设立的永恒基督教会。当人看见到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亲像一个金的灯台伫遐时阵，侪侪人就要来感受到耶稣就是听。主献上我的感谢，感谢你予永恒教会伫彰化这个地区扮演这款一个角色，是光，是盐，也恳求你继续引导带领。因福教会正兄弟姊妹，希望这个时阵，伊愿有福者，总是每一个人来认定、认同自己的身份，是耶稣基督的子儿，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啊，阮就要认真来跑走，认真来祷告。所以，我若知我安尼做的时阵，毋是咧骄傲、偏袒我自己，是毋忘做做人来就会耶稣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着文字，每一个台湾的信徒，如果真正是亲民，我的心灵无搁丧乡，我的心灵无亲像亡人，我的心灵看见，我伫道义会当来军队耶稣基督，愿你继续施恩祝福，台湾基督和台湾教会广播社所扮演的角色，帮咱每一间教会，帮咱任何教会。在传扬福音的时间里面尽力，我看见最多人要因为安尼得到大大福气，献上我的感谢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啊，有遐侪请用我有两分钟的时间，向大家做一个报告。啊，伫主日我有来到咱教会向咱大家遐侪做请安报告。啊，去年无来吼，因为去年啊，伫2022年的时阵，十一月13日。啊、我身躯顶面吼，发现讲一粒肿瘤吼，尤其顶面，啊，尤其到这大粒，啊，这粒肿瘤吼，到公分，啊，想讲是良性，结果嘛唔是，是一个恶性肿瘤，拢感觉，啊，真感谢主讲这个正面药剂吼，改切掉，即马同我会使继续伫这个所在，啊，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上帝，做伙来做礼拜，实在咱唔知咱每一个人伫这世界有得偌久，啊，总是。啊、我现在一个信念是说，当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时候，继续为他的服侍。在教会广播，广播社，除了我们手头所看这份教会广播，每一期、每一礼拜发现22000份以外，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个更新周刊。我们每一期呢，发现这个新的读经手册，在最近呢，要来杀出，要来杀出什么？这样，老公给我们的少年人买单块读经手册。所以我来，要来开始来发现少年的时间工。这个少年时间工是要用画，啊，让这个囡仔当看咧，用这个看漫画一个心情吼，来了解圣经里面的一个道理。我们讲这个一个信仰当一代传过一代。啊，阮做这事工，这呢讲实在是拢伫阮艰苦中咧做，但是想着讲有足侪兄弟姊妹对阮的一个支持，啊，阮就感觉讲，哎，实在做了真有意义。所以有一边呢。一个妈妈带伊囡仔到伫教会广播社，提一个竹筒哦，一个金筒啊，来，摕来我玩。啊，这个囡仔要转去的时阵吼，伊安尼目屎干咧干咧，伊伫咧看迄个竹筒，要甲伊竹筒讲再见。等这竹筒吼，本来足细腻吼，毋敢来破去啊，挖一空尔，慢慢填起。啊，内面咧算算吼，都超过5000块。伊妈妈讲，讲吼，我每一遍要甲我囡仔交代。因为每一个落钱的时阵不是只有投钱，你得为着因祈祷。我听到这个心，我是足感动。
我这五千块是伊安尼连接偌久，差不多摕这五千块。啊，这个妈妈呢，我问伊讲啊，有甚款要求？伊讲哦，无甚物要求啊，只是内底吼，敢若有阮囡仔吼，落红的落着迄个游戏代币吼，啊，前面敢若有是台湾钱吼，迄妈妈你再来去慢慢就好啊。啊，我知影就这样代志。啊，真感谢主，其实呢，这个教会广播社所做些事工，拢是咱兄弟姊妹大家，安尼。伫遐甘心乐意来做服务，到时毋是真大笔一个数字。总之呢，啊，每一年就是透过大家伫遐奉献时阵，啊，阮需要3500万只个编啊，只个编写、只印刷的费用，啊，总是真正，让阮拄好够用，而且呢，搁会当关乎新学院遮做教育一个事工。安尼讲就讲吼，安尼就够好吼，毋免搁来无款。毋是呢，来到遮就是吼，无客气要向大家求讨，而且。内面啊，我有咧讲着，讲当这个囡仔咧，伫遐咧欠5000块的时阵吼，伫这内面有一张用信用卡奉献这个奉献单，而且我吼咧真无客气，向咱地方教会遐个姊妹来求讨。哦，才5万，咱每一个月唔免做，你100、200，哦，哎呀，感觉讲哎，会当奉较济，1000、2000，啊，总是咧定期用信用卡奉献一个方式。对阮的一个帮助，啊，阮会当继续来做真好一个文字事工的一个工作。啊，总是嘛有真侪兄弟姊妹来打电话，是写过来给我，啊，我拢真要虚心受教。资料不好所在嘛，恳求大家在这个主的厅堂内面，啊，对阮一个下辈子，啊，我来当继续在这个文字事工继续啊来努力。搁一遍感谢咱永和教会咱兄弟姊妹对广播社过去一个支持关心来等，啊。阮上帝赐福，特别咱伫即个聘用中间，真正当找到一个，甲咱做伙，甲咱同心，啊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愿意拼命一个，这样，再一遍，向大家说一声，谢谢。